我的野兽之力还不错。点了，搞一个神马，搞个屁的神马，搞一个神马。转女儿村的话，换三个零四。有极品没？最后让赢了没？赢了。体力双加，体耐双加，体魔双加，这个双加挺高的。这个国标伤害509的命中，无底洞专用490、496，伤害好高，这伤害也不够高，没有130，没有130的减印伤害高，好吧，这个有点垃圾。没有神马，别转女儿村是吧？这个绝杀女，哎，老板，这个满伤505满伤害，满伤害的一个绝杀，这个120的减印没什么卵，这个满伤的这个爪子，这个有点用不？还是一个绝杀的野兽之力，好像还可以的吧？这个任务杠杠的，对，任务无敌啊，伤害贼他妈高，好像很不错的样子，老板，伤害翻番高，满伤害绝杀加野兽之力，好吧，过了，哪个闪是个极品的？这个闪吗？这个闪是个垃圾。这个闪的话是个专用，好吧，还没这个伤害高啊，这个伤害更高一些，这个带个野兽之力啊。不过这个闪的话带敏加速，是的吧，专用好像也够啊。我下了，好吧，感谢老板这边，谢谢，有请下一位老板。